张泰山今年对上曾龙轩呢，是4-1，另外是2次的三振，对战打击率250。垒包上面的跑者启动这个球，砍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 ，See you later，home run， 张泰山打全垒打了，这个球啊直接扛出了全垒打墙 ，two run home run， 2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哇，张泰山啊在这个时候啊补了一支个人本季第5号的全垒打，2分的打点让比数变成3-1。我来到5局上半哦，把分数稍微拉开一下，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了内角的偏高的泰山很会打，这种高球啊对上泰山的话一被逮中就危险，我觉得直接就扛出去了。对，很多的打者这个球都挥空了，那唯独泰山这个球了哦，会造成他投手很大的杀伤力。